车呢，或者凭两地铁回家而回去的。我们就凭朝鲜的女人非常羡慕中国的女人，因为我们就你们都印象最深刻的景点是哪个景点？大门店还有吗？主题堂？什么刚才看的那么准评吗？这个理由呢是大家满意还是不满意？满意吗？谢谢大家。那么希望再来吗？